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翻到嚟 PDCG， 咁今次咧就开呢一个嘅 SM 十一嘅卡包啦，系啦，咁呢一度咧就有20包嘅，我就会先开10包睇有冇好嘢啦，如果冇好嘢咧，剩低10包就会拎去买嘢吓换嘢。呢一个最好咧就其实系超梦梦啦，超梦梦嘅一个嘅 GX 卡啦，咁俾大家睇下啦 ，GX 嘅超梦梦咁呢一张啦，吓呢一张就系只八包或者九包十。八至十包嘅一个 SM 十一卡包啦，系啦，细啲嗰只就大约应该系五六包到啦，依家大概啦 ，OK。咁啊，其余仲有只我想要嘅，咁所以就抽一抽睇又冇啦。如果冇嘅话，就拎去买啦，当然系拎去买咗佢。咁嚟啦，即刻开波啦，各位！我想要嗰只系代欧奇希斯同埋超能力嘅伊贝太医，系咪好嘢啦？咦，有机会啊，有机，哎！第一张已经系大牙路卡同埋呢一个利亚洛沙嘅 GX 卡啦。好 ，Open Anada， 好，暂时 OK 啊，望落，又有两张，睇下呢张咩嚟先？咦，咁呢张都有机嘅，开，可惜啊，卡博奇奇系嘛？好，暂时睇下好唔好啦？嗯，感觉麻麻地啊，应该麻麻地啊。系啦，麻麻地啦，睇即系靠估，系靠估，觉得麻麻地。哎呀，呢个都嗱，好似立立杂杂咁，唔系好掂啊！我又系保姆虫喎，之前都见过。好，我哋自己开。好，咁我自己开好似会好啲啊！一唔自己开咧，即刻手臭，可能系电脑手臭啊！有两张睇啦，各位。咦，有冇机会？机会嚟啦，系冇嘅呢隻。OK，Open Anada， 差唔多啦，已经开咗六包啦，各位，六包一张 GX， 开，哎呀，开，唉，火象，好啦，仲有四包啦，依家，开。哇！呢隻应该麻麻地嘅，我相信。开嚟见我。哎啊 ，G X 啊，外兽加呢一个嘅傻鸭 G X 啊，唔知道有啲咩效果，但系应该系属于要一啲触发效果先会高输出嘅一个嘅技能啦，我觉得。好，最后两张我十包入面。十包两张 GX， 其实个机率都 OK 嘅。一阵我 check 下呢两张咩价先。音波龙，好啦，最后一包啦，开。好啦，睇下有啲咩好嘢啦，各位。好 ，open。唉，冇啦冇啦，电蜘蛛咁啊，最剩翻十包啦。我开咗十包，咁有啲咩？有啲咩 GX 咧？啊，呢三张新嘢啦，咁呢一张帝亚路卡同埋呢一个嘅利亚洛沙咧，就值1.5包啊，1.5包嘅卡包啦，系啦。而呢一张嘅外兽咧就0.75啊，0.75啊，咁啊应该都属于麻麻地啦，我谂 OK。咁样嘅话，不如我哋开多两包睇下啦，开多两包，真係开多两包。如果两包冇好嘢嘅话就算，如果有好嘢我哋就追，冇好嘢就算啦。我想，因为我想买呢个太阳伊贝嘅卡啊。开，哇呢隻咁有型嘅，呢隻係忍者喎，系咪忍居甲忍者啊？如果呢隻精灵呢有两个嘅能量呢，佢就唔需要 cost 系嘛？冇睇错啊！好啦，最后一包各位，睇嚟冇乜运仔啊。其实算唔算冇乜运？其实都算嘅。蓝糖花开，哦冇啦，蜥蜴。OK， 咁啊，其实有啲咩新呢？冇咩新嘢，我都得三张。最特别就应该系呢张啦。系啦，呢张有闪嘅。我哋睇下嗰个有几多张牌，系咪呢个？咦？点样睇？呢个先啱啊！佢有分嘅，呢个系我呢个系最细啦，好，跟住呢张系最贵啦，呢张系最细，跟住呢张第二啊，
跟呢张第三张第四，好似系咁啊，冇记错，因为佢有分唔同嘅重嘅，系啦。OK， 咁呢一张我哋睇下啦，有，咦呢一张有冇啊？有，好啦，哇呢张靓啲啦，好明显系嘛？呢张得意啲，呢张有呢个铁甲背，小舌背，但系呢张冇。我反而觉得呢张靓啲，呢两张就麻麻地。我唔系好中意呢啲咩彩虹色，啲人就系话 rainbow 啊，麻麻。我中意呢张多啲，呢张靓啲，真心呢张靓好多。而阿绿沙呢张都系啦，呢张其实算系靓。系咯，我觉得呢张几靓，呢张就麻麻地，呢张感觉上太花，唔系好得。rainbow 又系嘛，我唔系好中意 rainbow 嗰啲颜色。G G N G X 系咩？我因为两隻都是 G 的一个名字嘛，佢哋李亚洛沙同埋戴亚卢卡 ，OK， 好啦，我就出去睇下呢一个太阳衣背的 GX 几钱啦。卢卡呢个咩啊？我利基亚 GX 喎 ，Mewtwo GX 换一包居然。好，我打睇下先啊，应该系叫呢个名啊，系咪呢个啊？系啊，呢张，哇，依家而家要四包啦，已经四包，呢张明明系3.5嘅啫，3.5其实都3.5其实都应该系，睇睇先，呢度要两张，我 get 两张，我要俾呢、這个，哇，你都几赚喎 ，OK， 我差啲以为两张可以买到，如果唔系啊，俾两张换三张呢啲咁嘅，呢、這个咁嘅 SM 11.5系嘛呢个，好似系11.5，咁睇嚟我要自己开，我自己要开啦，啊，我呢度顺便俾大家睇埋点样去交易啦，呢度先揿 patch 啦，之后再揿呢个箭嘴头。一揿咗箭嘴头，佢先会俾你拎上去拍卖，呢上去卖嘅，跟住就卖 trade 呢一个嘅公开 trade 啦。咁我要嘅咧就系、是、叫做要上网对翻个名，我唔记得啲英文名。啊，太阳衣同埋呢一个嘅代欧奇 AC 啊，代欧奇 AC， 咁我咧就会放，我就会放三张呢啲啦，系啦，睇佢，因为佢要3.5啊嘛。3.5 个卡包，咁呢一个嘅超梦梦 SM 11咧，佢系对应一个卡包嘅，咁睇下有冇人放啦。如果有人放嘅话，咁当然系我有得赚，我有赚啦，系啦。因为以前我记得系放3嘅啫，但系经过咗几日，突然唔知点解变咗3.5，可能因为有人多人要呢只啦，即系供应嗰个问题啦。咁啊，揿灯，跟住就揿8个钟啦，8个钟其实都够嘅，24个钟就有少少还好啦，24个钟太贵，8个钟其实都相对嚟讲都够嘅。如果真係有人觉得平，即係觉得抵嘅就会买㗎，24个钟都即係会蚀咗囉，8个钟其实够㗎。如果真係你开嘅条件太差呢，咁当然冇人要啦。如果唔太差嘅话其实都可以嘅。OK， 咁今次呢个 PDCG 就嚟住咁多先啦。咁依家我都暂时未砌到队嘅，都係係啦，都係用緊预组排组啦。咁啊，下次再有机会拍一啲 PDCG 嘅一啲嘅游戏影片啊，或者一啲嘅内容俾大家睇下啦。OK， 咁我哋下次再见，鍾意嘅话俾个 like， 同埋记得未订嘅话揿个订阅啦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